大家好，欢迎睇到睇《深宵爆玩》嘅节目《欢乐深宵》，我系你哋嘅节目主持人 Toys for Cat 的铺。咁呢，今日嗰个玩具深宵深度变咗焦头咗啦，但系唔紧要，都系一个名嚟嘅啫，主要都系同大家一齐玩玩具。咁因为呢，即系要第一手去同大家分享一下今次呢一只 MP Masterpiece 嘅呢个闪电国。系啦，咁就其实嗰阵时 G1 嘅年代咧，嘅玩具咧，佢嗰个兰博基尼咧都非常之吸引嘅。系啦，咁就但系咧，但系呢、這个玩具咧就真系比较少出啊，因为咧变形金刚玩具咧，你知啦，佢始终都系要。最重要是一母多用，咁咧佢变咗呢个角色咧，佢嚟嚟去去咧都系单穷嗰阵时嗰啲配色，红色啊、白色啊、黄色咁样，咁但系咧变咁多入边咧就比较少嘅。虽然之前咧，好多呢、這个卡式啊，或者系唔同系列嘅玩具都有出过嘅，咁但系咧都系算系比较。少啲玩具出过嘅一个角色嚟嘅，好，稍等一等等啦，咁我就准备开始啦。咁咧，玩过之后咧，发觉呢一个咧，呢个闪电光系质素系非常非常之高嘅，系啦，咁佢就佢就用翻呢、這个。兰博基尼嗰个设定咧，系啦，咁佢就嗱，佢可以唔使拆件咧，就可以还原到有咗呢一个外置电子呢个推进器同埋原本兰博基尼个样嘅。咁另外咧，仲有车门啦、车头盖都可以得嘅，车头灯都可以得嘅。咁就特别仲有配件。啊！呢位哥仔，啊，切普哥仔同埋个轮椅啦，仲有呢、這个喺第55集系嘛，在荷里活拍电影嗰套咁扮呢一个爱国机械人坏蛋嘅外星人面具嘅，系啦。咁呢个脉冲枪咧就电子脉冲枪有两支，呢支咧就可以收埋喺大髀度嘅，或者收埋引擎入边嘅。好，呢啲拎咗佢啦。就睇翻呢个主题先，咁咧，佢比以往嘅 M P 嚟讲咧，我觉得佢今次系变形而唔系个壳咯，因为通多时咧，之前有一段时期咧，佢啲变形金刚都系其实系变紧一个壳，系包住即系反转一个机械人咁，但系咧，今时今日呢一个咧就真系怕晒手嘅。是非常之出色啊！我觉得真的出得很好嘅，系咁就好，咁我就搞掂啦，咁就睇下啲细节位啦。嗱，咁咧见到车门咧，佢用呢一种铰剪嘅剪刀式开啊，呢、這个真系即系你中意车嘅就知道系林宝嘅。嘅特色啦，嗱，车头盖都开到，虽然冇嘢制度，咁但系咧，佢都开埋俾你嘅。咁其实呢个咧，都系其中一个分件嚟嘅。咁变咗人形嘅时候，你就会知道系咩原因噶啦。好，跟住呢，可以就试埋，仲有一个就系车头灯，揿呢粒掣，就见到，哇！即系呢啲就系 M P 级数啊，大佬！呢、這个车头跟住开多次俾大家睇下先，系啦，呢、這个系我挖咗出嚟嘅，系坚靓嘅。咁呢个引擎咧，电度就真系唔算靓噶啦。咁但系日子耐咗，都可能会甩啦。同埋佢呢个咧尾翼咧。是会有碰撞里面的，所以呢
翻嚟嗰阵已经系有少少甩噶啦。但呢个系死症嚟嘅，因为个变形系统嘅问题。好，咁我哋而家就先变咗呢一个林宝坚尼形态，因为咧林宝坚尼形态咧系连住咗变形嘅。但系试埋个插枪先，支枪系插喺顶。系啦，好。咁咧，无论系即主要嘅变形结构，都系要先开个车门，再将呢一反嘢挑落嚟，先可以再行下一步嘅。咁咧，你就可以将呢一块咧反咗出嚟啦。反嘅时候咧，你要将呢块嘢咧变成90度角嘅。咁通常我一個整佢已經自己變咗90度角，咁我就唔特別挑出嚟啦。跟住咧就可以反佢出嚟啦。咁有時咧嗰支槍會頂住咗嘅，你要留意翻呢一支槍。依我未試過支空中炮添，算啦。啲對空炮又唔係太大影響嘅，咁我就睇說明書算啦。大家嗰個就 skip 咗啦。好，嗱咁咧就咧變完成咗呢一個，即係冇外加推算器嘅林寶堅尼模式。嗱，系啦，咁咧仲有收埋个车尾灯，收埋佢，再将车尾拱前，系啦，哇！即系呢个兰博基尼嘅形态真系靓得真。咁當然呢啲係唔係橡膠綠，係硬膠綠嘅。咁啊算啦，冇辦法啦，成本問題可能係好。OK， 好啦，咁就可以開始變形啦。變形咧都係要開翻兩對翼啦。跟住咧，翻翻呢一兩個出嚟。咁咧，基本上咧，佢呢一組左右兩組係成隻腳嚟嘅。咁呢一個咧，背包入邊套咗隻手。最搞笑咧，就係佢個心口咧，其實係假狗嚟嘅。好，咁我哋就可以將車頭呢部分拆除啦。係一拆除嘅時候，你就見到兩隻腳喺度啦。咁成個變形咧係流暢嘅，大家唔使擔心棘住，因為以前啲 MP 咧有啲話你收得唔好咧，咁就會棘住。但呢個咧佢好直覺嘅，所有嘅嘢咧其實都好順暢。我先變咗其中一隻腳先啦，咁咧就由車胎開始，翻落嚟先，將呢一個碌翻出嚟，再将呢个褪系啦，之后咧，咁样就成为一只脚啦，一只 MP 呢个真系好精彩嘅。跟住睇下呢个车门拉过嚟，将佢接入去，然之后咧可以收翻入去。这个位置，即是它可以将脚的边和车门的玻璃一体化了，那就再将这个放下来包住这个位置，那就完成了它的直脚了。那同样地这边都是这样的，都是将放下来反个板，
我嚟屈过嚟，瞓翻落嚟。就成為了一隻腳板了，跟住車門接埋佢。嗱，留意呢啲位咧，因為上右咧好容易會跨到，大家就真係上一邊認實花噶啦，買一隻坐一隻啦，咁就翻落嚟吸住。咁就变埋另外一只脚啦。好，之后咧到呢一块板啦，拆咗出嚟。嗱，咁咧你呢个打开都会易变啲嘅，将个背包成个背包打开，咁会易变啲嘅。心口要。轉一轉上嚟先，因為透位嗱，呢個一個 checkpoint 嚟噶啦，咁就係後面有一堆板嘅，咁先處理咗擋風玻璃先嘅。擋風玻璃要將佢轉過嚟，然之後收埋佢。哎呀，弊甩咗添，大鑊，套翻先。系啦，同埋退翻翻嘅冇事。好，咁呢度咧就系前腹位位置。头先呢个咧喺后面嘅，将佢推向前，咁成为咗呢个前面嘅底裤位。将呢个勾往前，将呢抽嘢反过嚟咧就系攞劈嘅位啦。咁大致上下半身就完成咗变形啦。好，头先呢一个位咧就翻翻落嚟啦。呢、這个头先系车顶嚟嘅，但系而家咧调翻转就变成咗心口啦。咁就将呢啲屈翻落嚟咧，就成为一个假狗嘅心口。咁呢啲几得意嘅呢个谂法，系啦。咁你要美观而又不失可缓咧，咁其实有时呢啲都系一次次重嘅方法。好，手啦，正常嘅，就将佢咧呢个系背包嚟嘅，一阵处理，翻只手嚟啦，手好自然啦、啊、呢、這个做法，咁咧就啱啱好填充晒整个。心口的位置，即是变成不是一个空壳，而是真的一个实实在在的机械了。咁个膊头扭过来啦，头扭都扭过来啦。呢只手呢，即是要看看，这个我都是挖了的。今次它有一个这样的结构。啊、同时间可以引只手出来呢。咁我就再将这个拍返下来。哇！即是手结构，以前咧就系斋缩嘅啫嘛，今次咧佢用咗一个偷埋呢个位咧，令到佢可以整个缩短。咁呢个都系好精彩啦，一拍出嚟，引翻只手出嚟，咁佢变咗有双重关节之余咧，又冇穿崩位喎，系啦，咁咧，但系咧留意。因为啲嘢晒上色嘅缘故咧，好容易会甩色嘅。大家有甩色嘅觉悟啊，咁就手指啦，翻个手指嘅，系啦。咁头先反咗落嚟咧，呢度有啲漏咗啲嘢添。因为咧呢度仲要攞翻呢两个位去固定，头先又漏咗。你再拍翻落嚟，跟住再呢度铺翻呢两个位咧，咁应该就实正嘅啦，系啦，咁就稳固啦。
但其实应该下低，头先系推个头上嚟嘅，咁我就唉算啦，都系要打翻开。呢度推个头上嚟，咦？头先换咗笑样啦，哈哈笑，几开心。好，咁就呢，装翻个心口。呢啲位置有啲少，有啲棘，系啦。咁大致上个人形咧就完成咗啦。然之后到处理背包啦。背包咧就有少少难度嘅。佢要还，首先佢要变翻做头先嗰个形态，咁应该要将喷射器嗰个位置翻翻出嚟嘅。嗱，你转嗰阵，呢啲电镀位就会刮到啲胶噶啦。如果你处理得唔好，咁你可以褪上少少先嘅，咁你就可以刮少啲。系啦，咁总之一定会刮噶啦，就算啦。玩具嘅嘢就好，跟住呢。它好像是向這邊的，是的，我記得是向這邊。之後呢，你就可以吞回這兩句下來，接回個背包。剛剛呢，好像差一點點的。嗰对翼，先应该系啱嘅啦，但好似又扣唔晒啲，系咪漏咗啲嘢咧？定系唔使反出嚟咧？可能唔使反。是不用翻，蠢了，不用翻的，大家变错了，一阵间我要 cut 了这句，是不用翻的。应该咁样先至可以合得睇嘅。系啦，咁样先至得嘅。咁跟住呢个比较麻烦。呢对翼咧，佢摄落去车门后面，呢一个系有啲拗教嘅。等下先，佢要摄落嚟嘅。得得先啊，好似唔好顺畅啊，变得攞唔到嘅呢？点解先攞得嘅呗？即系呢度又系一个会花嘅位嚟，定系我唔知啊？控制得唔好啦，系啦，吞翻好只翼，
先，扣住系啦。咁正常咧，应该你变完之后咧，定方形夹住个车头车嘅前窗，再夹住背囊，咁先至系正常嘅。咁呢个位我唔知系咪我未变好，定系诶咁应该咁样咧？咁样好似会靓啲，系咪？系啦，咁应该要翻埋出嚟嘅。咁呢个应该之前做嘅，依家做咧有机会就整花啲嘢咧就唔系几好，系啦，系，系啦，咁佢就变咗一个完整嘅背包出嚟嘅，系啦，咁就呢个笑样换翻一个扭样先。好，咁咧就大致上咧就变完啦。系啦，有少少轮尽啦呢个，因为都系变第二次啫。好，咁你就可以揸翻一支枪俾佢。就系咁啦。人形态嚟讲咧，系非常之完美嘅。呢个背包佢都变得非常之精彩嘅。咁就唔存在个壳即系变啲纸箱出嚟嘅变形啦，系 OK 嘅。好，但系最精彩咧就系可动性啦。当然咧，手已经可以接到呢一个程度啦，可以打开啦。再可以向前啊，咁变咗咧，双枪双手揸枪就不是梦啦，系啦，双手揸枪系得嘅。当然你要微调翻少少个 pose 啦。咁而最可怕嘅地方就系佢嘅下盘啦。哇！呢种。警察式嘅揸枪，双手跪地系做到嘅，咁就可能系啦，系劲嘅呢个可动性系，即系佢系完全做到爆地都系头先试过系做到嘅，变形金刚做爆地系真系。如果你想爆地，你可以将这个板反下来，就可能会再做得好一点，可以去得准一点。吞前一点先。咁得咧，头先我影到，实相都影咗啦，可能影相会比较好处理一啲。咁佢再加上个头可以握前咧，咁你变咗就pose到都可以走到。系啦，咁就即系知个下盘系非常之了得嘅。再加埋腰转咧，你出飞腿都得嘅。吓，冇问题，乜嘢 pose 都冇问题，平衡力亦都系足够嘅。嗱，无反无挂嘅，真系可以平衡嘅。嗱，咁咧就另外就有笑样啦，同埋呢个扭样啦，咁样啦。咁有呢个即系外星人怪兽样，系啦。
咁另外佢收埋支槍啊，先好似維修喺呢一個位嘅。咁我呢支槍咧就可以變形啦，咁就收喺呢個位。咁咧就可以收埋支槍啦。呢槍我哋攞翻出嚟，呢就嚟。咁樣，然之後咧就將佢翻出嚟咧，咁就可以殺上槍啦。咁就呢，甩色添嘅手指，因為呢個係上黃色，所以係會甩色，大家真係小心啲玩，盡量啦。即總括嚟講，呢只咧變形同可動咧，真係極品嚟嘅。咁大家有愛咧，就真係要買，因為咧呢個閃電光嘅產品真係唔係好多嘅啫。睇下呢啲貼地，堅噶。好啦，就系咁玩住咁多先啦，落翻个轮椅人出嚟。好，今日就玩到咁多先，下次再同大家玩啦。这个我都会整一个加速版，这个瞬间玩具游，等大家可以快啲睇到变形嘅，但要剪辑少少，好似有啲棘住。好啦，咁下次大家再见啦，拜拜。